严清标调皮一把抓起饮料桶内的冰块，就往工作人员帽子里塞，瞬间全身从头凉到尾。凉啊！彪哥除了恶作剧，整工作人员也因为天气太热，拿起冰镇啤酒在手里降温，还表演开瓶盖。六月天绕境热翻，严清标抱病在身，不敢拿伤口开玩笑，只能跳点式现身。但每每一出现，立刻成为全场焦点，信众抢拍照。面对信徒合照，来者不拒，但彪哥每次现身都戴着口罩。跨越浊水溪西罗大桥时，实在受不了热气，先是搭上机车，再坐上敞篷战车。彪哥大病初愈，头戴斗笠遮阳，搭车跟绕境相当拉风，双手握方向盘，有模有样。只是太热太闷了，我要戴这个口罩很不舒服啊，所以讲。你替我顶得较悬，较有风啦。替我就上国民学校就晓使啊，较早使大台啊，唔使只细台，所以这个下轻就熟啦。彪哥表示，坐高处比较能吹风散热，还有次在嘉义现身，挤在密不透风的队伍里，他汗都滴到眼睛，眨了五六下。一旁人员赶紧递上毛巾，拿出小电风扇，就怕彪哥伤口有什么大碍。毕竟大甲妈延期接近夏季，绕境回暖，天气只会越来越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